南投鹿谷乡的大仑山海拔1500公尺，由于四季云雾变化大，这里经常可以看到美丽的云海，尤其是在暑假更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前来追云。其中有一位退休的教授已经连续5年追云之久。登上大仑山顶，壮阔的云海呈现在眼前，云雾从远方山顶流泻而下，画面美丽的令人窒息。摄影爱好者架起装备，随着相机的咔嚓声，美丽的云海美景被记录下来。从中研院退休下来的江教授，当初被云海所吸引，一头栽进追云人的行列，没想到这一追就是5年。日出有云海，特殊的时候还要有琉璃光，然后每次的景又不一样，一定要你各个花头招来招去啊，这样知影到底多几大水，多几大败。南投鹿谷乡大仑山海拔有1500公尺，气候凉爽，终年云雾飘渺。由于云海景观美丽多变，这里也成为摄影爱好者追云的朝圣地。记者陈家贵、黄炯莹，南投报道。